还真挺好吃的。哎妈，妈，您不能吃这个。为什么呀？您吃这个，会胳膊疼，所以您不能吃。儿子，快开车送我去三里屯广场舞比赛呀，马上就开始了，快点快点。嗯，好。妈，不能让皮蛋开车，您坐公交去吧。为什么呀？现在油价多高呀，开车去呀一点都不划算，您坐公交才2块，多合适呀。Oh, no. 再说了，马路上车那么多，您就不担心你儿子安全吗？我，您呀还是坐公交去吧，别迟到了。哟，今天什么日子，做这么多好吃的？今天我发奖金了，犒劳犒劳自己。真不错啊。哎妈，今天这菜呀太油腻了，您吃了呀不消化，我给您做了面，您就吃面吧。婉婉，你怎么回事呀？这几天为什么老针对我呀？我招你惹你了？儿子，你给我评评理。妈，我怎么记得是您先针对婉婉的呢？妈，我的怎么没有鸡蛋啊？啊，你吃了鸡蛋呀？啊，腿疼，所以没给你饭。老公，我们走吧。好，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呀？哦，妈，我好久没回家了，我俩呀休假，我们回去一趟。你娘家那么远，还让皮蛋跟你一块儿去，你真。